我还想将来去美国旅游呢，美国这么乱，万一被抢了怎么办？你不用害怕，学习照着思维书吧。那要是有人拿刀威胁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很简单呢，你闪过刀锋，右手抓住对方手腕，再抬起右脚猛踹他裤裆，歹徒马上就倒了。呀，听起来不难呀。那要是有人拿枪威胁我呢？很简单呢，你可以伸手去抓，拿枪你那只手，这时候注意有个要领啊，食指要顶住对方扣扳机的手指头，这样的话枪就开不了了。完了，你抬起右脚猛踹他裤裆。这招太棒了，那我要是被人从后面勒住了脖子怎么办啊？那很简单呢，你用力抓住对方的手腕，用力一捏，他就疼得受不了了，他一疼就来放手啊。你趁机回过身，抬起右脚用力踹他裤裆。没错没错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啊。没去回事吧？没事，下期免费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想说我一个女孩家不好意思踢人家裤裆怎么办？那我必须得使出我的终极必杀技了，看飞碟。奶奶奶奶，快点。